接下来是这样吧，小丁来了，我们当然就要看他表演一下。另外，现场有没有自认为超一流高手？台球高手，高手，我能挑战一下。哎，就是传说中的你了，欧小龙，哪样可以跟偶像？对呀，是我一个愿望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韩哥，我觉得应该让他先来一个下马威，一杆清台，一杆清台。他十九岁的时候成为这个电视转播史上最年轻的147先生，147就是一杆清台，对，147分。我以为是身高了。到。你对这个就对这个敏感，然后迄今为止获得过5次单杆满分，哦，今天一杆清台，现在正式开始了啊，加油，不要被我的美貌影响。好，正式开始，计时了啊。而且他要观察，打完了这个球，下一个打哪一个？走位，哇，这个球太准了，漂亮，把那两个球撞开了就。哎呀！哎呦，根本没有瞄的时间，凭的就是感觉。黑秀，黑秀，看来要结束了。秀，哎，下一个球就等着呢。哇，好厉害！中单。哎呦，哎呦，太准了，可以慢慢打。中单。哇，还跳起来了。哇，那他不需要对手啦，奶奶。来来吧，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时间，因为我不是专业选手。不，你跟他打，我，他用左手，他不用手，他不用手，他一只手，啊，一只手可以，他一只手不带架，小丁你只能用一只手，一只手不用手，对，用脚趾头这样戳不是很难看吗？那这个怎么打？就这几个球了的话怎么打？你根本不用考虑嘛，就是他想要你赢，你就有机会赢。你还跟他说，哎呦，这球我们怎么打呢？嗯、好像你打得过人家少一点，不用太担心。那我然后我先开这，我先进一个，然后我进不去，然后他来。你真的想多了吧？真的真的，你能够有机会跟他同台已经不错了，真的不错。你开球吧，来，来吧，来吧。开了啊，各位。哟，姿势还不错。一颗进去了，一颗进去了，进了一颗大运，好，可以接着打。进了一颗，看上去这个局面不太有利啊。随便打，第二颗粉丝要欢呼了啊！有，可以啊，好准呐，好准头啊！这个能不能进呢？哎呀，这个能不能进呢？哎呀，真不错哎。小贾，你别做完这期节目之后，你被调到中国台球队去了。哇哇！你也是一杆清台的感觉。这局争取清台。哎呀！争取清台。哎呀！完了！太着急了，差了一点。我你太棒了！好，太好了。不一定，他是一个手，一只手。你不要忘记，他现在叫做杨过。一只手，过儿。姑姑，开始。雕在他旁边飞一下吧，雕，一只手，看见没有，各位，雕，机会来，机会来，他一只手他还不习惯，来来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，你要是赢了的话，你赢过就吃亏了，真的赢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现在是孤上将了，马丁，啊，一只手，一只手，一只手，过儿，过儿，你这打球的姿势真接受不了，哎呦。哎呦，哇塞，真的这样都能进了，看他能不能够清台啊，一举手。这个因为他们一天打十几个小时，有可能不好玩嘛。对啊。哎呦，给你做了一颗，来俩。好，这种感觉就好像韩哥有的时候比较轻松的节目，他都一只手主持一样。我平常还四只手一块主持呢，两只手主持。哎呦，还拉杆，还走位，妙特。哟，还把他踢开了，还踢开了，可以！我的天哪，可以呀！好，哇，你看蒙能不能蒙进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待会真的赢了，你肯定会花钱给我们买袋子。翻台，哦，翻台，哎呀，好，没进，角度大点，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让，他真的不是在让着你。他在放水而已，没有他没有让着你，他没有把你放眼里，让你表演。当不要站在前面会受伤。好，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哎，他其实真的很有准度，很会打，真的不错，准心很好，很会打。这个进中带还是进底带？底带，试试底带吧。你这一局他把你放心里了。
哎呀，哎呀，赢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哪儿打哪儿啊，赢了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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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准啊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像在做梦一样。是是，你今天做了很多梦了。第一，你看你连续两个戏在湖南卫视播出，然后在湖南卫视的舞台上又赢了丁俊晖。接下来是这样的，我作为制片人，我是有权利把它剪掉，不播出。哦，不播出啊？对，哦，那也可以。你愿意高价收购我们这一节视频？漂亮，漂亮、哎！你这个多光荣，等于是我在姚明面前灌篮呢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打过台球的，我们都知道，他想秒我是分分钟的事儿、啊。那肯定是让着我，啊、肯定是放水。那多少钱嘛？话题转回来嘛，你别转，你先别转过去嘛。很激动，我觉得比我演戏要激动太多了，而且还赢了。对哈、啊，就是对哈、啊，应该打完了。好像我没进，我进了一个球。对啊，而且他几乎是一杆进完了。对，这个太棒了啊！